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儿子偷爹不算贼，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。念这么几句定场诗。今天呢，咱们接着讲金谷奇观。这一个人说呀，省事啊。你拿说相声来说吧，说一个人这就是单口的相声，两个人呢是对口的相声，三个人是群口相声，十来个人的呢是化妆相声，二十多人的相声剧，一千多人呢听相声。从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学的这门传统的艺术，当时呢先学的评书，后学的相声，这两者是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。相同之处呢都是一个人表演，不同之处呢这艺术的风格不一样。评书它是在一个故事里面讲述了很多人们不常知道的一些个知识啊，以及一些个典故，包括诗词歌赋。单口相声呢更注重节目的故事性，而且必须要有包袱，就是有笑料啊。从小学说书，我个人呢更倾向于爱说单口相声，评书也学过，可是好些个东西我觉得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两军阵前啊，俩人一开打，这个人手拿一对大锤啊，说这个四百来斤，你算吧，这大锤要四百来斤，这等于一手啊攥着一煤气罐啊。而且来说，说这长枪一晃，丈八蛇矛，我当时就想，我说这个使锤的永远打不过这个使枪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算呢，这个丈八蛇矛，你再怎么着，你锤到表跟前儿，噗就扎死了啊。当然这是个玩笑话，艺术弄好了不容易，很多故事其中有很多的小道理。今天咱们聊一个事儿，这故事其实离着现在并不是多远，就是解放前民国的时候，发生在哪儿呢？北京的南边有这个地名啊，叫南园。南园这儿啊住着一个老财主，站着房躺着地，呼存着多少多少钱，太有钱了。这个老财主叫什么呢？叫奔登木。哈，俩孩子，一个姑娘一个儿子，儿子呢叫可姑，也有人说了叫嘎姑，反正都是鸟的名字。说这家到底叫什么呢？咱别说啊，咱们就说叫奔登木，叫可姑，省得人家本家还有人听见人不乐意，我这笑话闹的是太大。小可姑呢十七八岁，蔫头蔫脑，小的时候吃凉药吃多了，反正是半傻不捏，老头还很喜欢他。姑娘长大成人呢就嫁了人了，嫁给北京城里前门那儿天桥外五区的警察的头啊，所长。呼，那还了得，有这么一个姑爷，那在村里那是横打鼻梁横着走道。可这年到了年纪了，大年初一早晨起来，头天晚上年三十包着饺子啊，这是拿油又炸了一遍，让这个小可姑啊吃得饱饱的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老头说了，给你鬼着活了啊，去趟北京，给你姐姐给你姐夫拜年去吧啊。记住了啊，到了那儿之后见人就磕头，那这不管是谁，那见人就磕头，磕头给你压岁钱，给你钱可带好了啊，听见了吧啊，给你姐夫说过完年之后派点警察来，还有好些个人欠咱钱呢募集呢啊，让他们来帮咱收一下账啊，去吧。给准备了一头小驴儿，南园到北京也得有几十里地啊，准备头驴。驴身上呢有一套铺盖卷儿，有人说这不对了，
你算算，好家伙，他姐夫跟那儿啊，这个还至于带铺个卷去？家里不能睡吗？想得周到，为什么呢？老头琢磨，咱们是乡下人，去了之后呢，姐夫万一说嫌脏怎么办呢？你要说上外边小店住去吧，一天还花电钱，不值当的。在人家里边呢，自个儿带着铺个卷儿，找地儿一铺，孩子就睡了。想得非常的周到啊！临走的时候是再三的嘱咐，你可别忘了啊！见了面前磕头，一见面就磕头，哎呀，咣咣的磕头，一磕头就给你钱了。过年了嘛，是不是？见面磕头啊！我知道了，你别管了，我知道了，见面磕头呗。说完之后，又打这儿出来，往北京方向走。一边走呢，一边还想，我得留神，我牵着驴呢，驴身上啊还要铺个卷呢，我可千万别把铺个卷丢了啊！怎么办呢？倒着走。您就知道这孩子多开窍了啊！人家有这个张国老倒骑驴，他这是小可国倒牵驴，跟驴是脸对脸，拉着这驴缰绳，不错眼珠的瞧着这套铺盖啊，背着身倒着走。出了门上大道，走来走去，走到这个地名叫大红门，让人给瞧上了。现如今您到北京，说您到大红门看，那是非常的繁华，楼房啊，柏油马路啊，商店呢、啊，挺热闹。当年可不成，荒凉之极，那荒郊野外了，谁上那儿去？马路边有一个小茶棚啊，两间草屋带一棚子，夏景天呢也卖个过水面呢啊，大碗茶呀啊，卖个这个让行人歇脚。冬天呢外边坐不住人了，就在屋子里边有个小炉子，说你要吃个面条啊，嘎嘎啊，弄点馄饨什么的，你看烧酒都有，你自个儿带菜。小可国这么倒着走，就这茶棚里边有俩人瞧见了。这俩人干嘛的呀？两个小偷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李四。过年了，俩人放假，因为据说呀，过去小偷行业他有这个规矩，说一年365天咱们见天偷，过年了得放假了，平时偷就偷了，你这一过年你还偷，你让人家恨你。可是在城里呢太乱，而且容易勾起这个工作的欲望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咱们出去远远的找一个地儿，咱哥俩喝点舒心的酒，好好的聊一聊。在城里买了酱牛肉，买了花生，买了这些下酒的菜，哥俩出永定门，来在了大红门这儿，正好酒铺茶棚，坐在这儿吧，要了酒，要了两碗面，把这花生跟酱牛肉摊开了，吃着喝着聊着，一边聊一边往外看，哎，这瞧见了，来这么一孩子，半大小子，倒牵驴。一看这模样，呆头呆脑，头上戴着一棉帽盔，身上穿着一个大棉袄，呵，穿装打扮，一看这张脸就知道，这是乡下土财主家的孩子。哦，倒牵驴，这小子缺心眼儿了。哎，哥俩乐了，我说，嗯，有点意思啊。你说这个是到手的买卖，你说是说咱俩歇一天，那你说碰见这个货了，咱要是不偷它，你这玩意儿有失天理。嗯，那说行，闲着也闲着呗，是吧？咱们就弄它。它现在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一条驴，一个是驴身上这个铺个卷儿的，啊，咱俩人一人来一样。谁要是成了啊，谁要成了那好极了，晚上咱们东来顺涮羊肉
啊，赢的这个白吃，说没成功这个，那你花钱，咱俩人来着，成？那你说吧，你来哪个，我来哪个？这说这样，看啊，铺个卷是死的，那驴是活的，啊，驴好弄，四条腿能跟人走，一拉就走，铺个卷是死的，容易让他发现。这样，哈，你来哪都行。啊，反正咱哥俩这样，谁干活那也得互托，行嘞。互托是行话，就是我去干活偷东西，你给我打掩护，这么个意思。哥俩商量完了，分头行动。小可不跟路上还走着呢，啊，牵着这驴，啊，到这一步一步的走，走着走着，听着身后头啊，有钱的声音，当当当。有钱掉下来，小孩一回头，有一个醉汉啊，醉鬼披着一个棉的衣，手里拿一酒瓶子，这手在怀里边掏花生吃，嗯，掏花生，一掏花生掉出钱来了，大子儿掉到地上，汤汤汤，呵，可够乐了。你看看，大年初一我就进财了，这是老天爷疼和我呀。这儿牵着驴可就不顾了啊，一转身捡这钱去，那是一边走一边还掉呢啊，小哥哥这捡一个两三个四个五六七，一回头呀，铺个卷溜了。怎么呢？他捡到第四个，人家后边就来人了。这醉汉跟后边那是张三李四，咱们刚才说了互托嘛，这醉鬼就互托，假装的喝多了，这儿掏啊，掉钱让你捡。小可姑也不敢哭啊，哎呦我的娘呀，我爹这一辈子是占人便宜啊，我他娘的七个铜板我都卖了套铺个卷啊，我还不敢闹。你这一喊我铺个卷摸了，人家醉鬼一回头，我还丢七个钱呢，还得给人家，那更哭了。哎呦，心里这恨得恨啊。哎，往前走吧，这回也不用倒着身了啊，就顺着走吧，拉着驴一直往前走。来在了永定门这儿，现在您走了永定门这儿，有立交桥啊啊，前后的车道，汽车走哪儿啊，公交走哪儿，自行车行人各自有道，当年没有，就这么一个小道，而且那个年头这车也没有说这么靠左那么靠右，随便走啊，还有骆驼，有赶脚的，推小车的啊，扛大包的，马车什么都有，一来一往就插着一块儿去了，堵个严严实实的。小可姑也到在这儿，过不去了，手里拉着这驴这缰绳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你走，往那边去，往那边去，往哪边？那边，你看，那还有那个胖子，那胖子往这边来这儿，哎呀，你还往前顶，你往前顶走不了了，你这是，你个笨蛋，你怎么的这是啊？你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哎呀，你腿你那个马呀，哪个马？那个白的，你这个马真是，哎呀，你都多余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马还不如我这个驴值钱。再一回头，驴没了，手里攥着缰绳，绳子那头拴在一小推车上面了，推小推车的拉着二百斤白薯正推着呢，我可够气的，好小子你。哎呀，你太坑人了你啊，你把我的驴偷走了，你还让我给你拉小套啊。人说废话，我这一车白薯值多少钱，我雇得起你拉小套啊，你这丢了。怎么回事啊，哎，就是刚才他给人支嘴那会儿，人家俩人就追上来了啊，刚才是把铺个卷弄得了，扛着进了路边芦苇荡，送到那个窝家，就是专门有这个收这个赃物的地方，搁那儿存好了，俩人出来，
一个追着他，告诉已经奔哪儿奔哪儿去了。那个追上来还得互拖，怎么互拖呢？他这手里边牵着这个缰绳了，单有一个人站在头里挡着呢，把这个棉袄披着一支起来，跟小斗篷似的挡着，你瞧不见，瞧不见这边人家可下手了，拿刀片过来，刺儿把缰绳拉断了，一反手快之急，把那头拴在小车上，顺着旁边的小道一拍驴屁股，蹬着就走了。他这舔着脸给人支道，这么着那么着怎么着，驴丢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娘呀，我是出师不利呀，我这刚丢了一套扑克卷我这个驴又没了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我这是谁干的呀？谁干的？哭了啊！走吧，这回行了，踏踏实实的进城吧。过了永定门，进了天桥，一边走一边骂街。人家张三李四把驴送到地儿藏起来，哥俩找地儿见面，都成功了，驴也到手了，扑克卷也到手了，谁胜谁败？你看你这事儿闹的。那个说这样吧，现在咱们俩再赌一回，你看他们，他头上戴着一棉帽子，身上穿着这么一个大棉袍，谁有能耐把这棉袍跟帽子拿下来，谁就算赢，拿不了的就算输，你行吗哥哥？嚯，这难了你要说驴也好，驴是牲口，扑个卷儿那是假的一样但是这个是跟活人身上往下扒东西，这不成，我没这么大道行，那你来没问题，你放心，今天晚上东来顺我吃定了你了你呀，替我追着点他，看他到哪儿了，我一会儿追来。成了，你去吧。这转身走了，那个跟着他，呼，一边走一边小可乎就哭。我告诉你，我姐夫是外务区警察署的署长我告诉你，跟你没完，让我姐夫打你我让你偷我的驴，我让你偷我的驴，我让你偷我的扑克卷，我跟你没完。哭着走。张三一会儿回来了到哪儿了？他到这儿了，奔这边去了你往那边追，那边追正好堵着呢。行了行，你甭管了。这转过弯上那边迎着他，小可哥一边哭一边往前走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啪，张三撞一堆帘，你怎么撞我？你没看见道啊？你这是你怎么回事？一看来这位，穿着一身孝，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腰里系麻绳子，你干什么？你撞我干什么？你这是不是，你这小孩怎么这样是你撞了我了，你一边哭一边走，你不看道你撞了我了，你还赖我？你这孩子真是的，你哭什么呀？你这孩子他缺根弦儿。有人一问哭什么，呼，可见了亲人了，这一肚子苦水全倒出来了。我今天是怎么出来的？我怎么丢的扑个卷儿？我怎么又丢的驴？我姐夫是这个前门外务区警察署的署长，他是这儿的头现如今我委屈了，原原本本跟人说一套。这主点点头，你这孩子确实是挺不幸的不过你瞧我了吗？我比你还不幸了，我爸爸死了，我现在出去报丧去。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孝子头满街流100多件呢，我到现在连一半都没报完呢大年下人家都过年，我们家办白事，你说我凹糟不凹糟？不过你说这个事儿你要跟别人说他们不知道，你要跟我念的这个事儿，我倒是好像还有点模糊呀。不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是谁拿的过东西吗？在这一块来说，要说偷东西的不是王五就是赵六，就是他们俩人干的，知道吗？要不我带你找他去。好啊，
我谢谢你了，大哥，你带我找他去吧啊！找找他，我让我姐夫拿鞭子抽他呢啊！行，可是你说我你求你了，你带我去吧，带我去吧，带你去，行，跟我走，一前一后，拐弯抹角找了这么一个胡同啊，来到这儿，这儿胡同是穿堂门的胡同啊，每个院子都俩门，这一正门，这一个后门，来到这儿，大哥你进去吧。哟，这我能进去吗？嗯，你看看我啊，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我穿着一身孝呢，我大年纪穿孝上人院里去，谁瞧见谁不骂街？我说那怎么办呢？得了，兄弟，咱俩人换换吧。啊，我穿你这个，我一会儿出来再还给你，行不行？这说着就解扣，啊，解这扣，又把小可骨这扣解下来了。啊，来来来，脱脱脱脱脱脱脱，愣给扒下来了，把自个儿这个孝衣给他，你穿上，这是麻布的，多少能藏寒，没听说过，麻布的能藏寒吗？穿吧，这穿，系好了扣，来，帽子也得换，要不然的话不像话，头齐脚不齐嘛，来吧，帽子换过来，我进去给你找去，大哥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啊，我姓梅啊，单字念影，我叫梅影。哦，你说这个事我怎么谢你呢？嗯，你对我简直是太好了啊！以后我要是我找着我姐夫，我有什么事，然后我让你上我们家住着去。看、啊、你跟我是好朋友啊，你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啊！行了行了，你等着吧，我去吧。推个门进去了，啊，多长时间呢？走之前告诉你，等着啊。5分钟我就出来，说话是真算话，哪用5分钟，2分钟就出来了，打那个门出去的啊，这门进那门出，这大院俩门，他是走了，可不跟这等着吧。哎呀，我的娘呀，怎么还没出来呢？嗯，5分钟啊，2-5分钟也有了啊，3-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哎，这得有4-5分钟了吧？什么钟点呢？下午得有4:30都得多。你算吧，那个年头多冷啊，大年初一还在3.9里边呢啊，地冻天寒呢。而且张三的这身孝袍子、孝帽子。那个东西是租来的，你过去天桥一带竟有这个啊，这穷人家里死人了，说买孝衣啊挺贵，而且人死了之后都处理完了，办完白事，你说这点孝袍子干嘛去，单有这种小店出租这些个孝袍子孝帽子，那都使了多少回了啊，租完了拿回来，人家本家洗洗完晾干净还往外租啊，买的时候是一个大前后，到租的时候拿起来都能看见链儿，你琢磨吧，啊，这玩意儿能藏寒吗？尤其这会儿下午4:00奔5点，拿风一打，骨头筋都馊烂了，站在这等着，还不出来呀、啊？我的娘呀！莫大哥，莫爷儿，莫爷儿了，莫大哥。差不多了吧，你到哪里了？喊吧，院里边啊，这个好几家，但是竟没在家呢，把头有这么一家，这位大爷刚睡觉，怎么刚睡觉呢？哎，头天玩牌，呵，高高兴兴一直耍，比什么都痛快，转过天来呢，媳妇儿啊带着孩子们回娘家，家里也没人，就他自个儿困了，躺会儿吧，迷迷糊糊刚睡着，就听门口莫大哥莫爷儿，哎呀，实在是不爱起来，这是谁呀、啊、半天这他看看吧，这穿衣裳穿鞋下地啊，出自个儿家门，推开院门一瞧，嘿，当时就急了啊，不认识，你要说认识还则罢了，报丧的不认识，这不添堵吗？大年纪的，孙子你干嘛呢？你这儿哪儿撞丧了？你这是啊！我抽你，你信吗？
你干什么？你要打人家？我都踩的都不行了。你我找人家，找谁呀、啊？我找一个姓穆的。姓穆的什么玩意儿？没事没有。我有一个，我这今天我也出来，我那个铺盖卷都丢了，我那个驴也丢了，我没辙了，我这出来我可遇见好心人了啊！他帮着我说找，就是住你们这个院子里边啊，也不是叫什么王五，是赵六，是怎么着呢啊？他找他让我等着，这个人姓穆，叫穆爷儿啊，把事又说了一遍，这周乐的都不行了，哎呦喂、哎，傻小子，我的亲爹，你真行，你上了当了啊！你，还没影，你听这名能有影吗？我们这个院是穿堂门啊，有打这门进去，打那门就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你找谁找？你刚才不说了吗？说你姐夫是这个天桥这外务区警察署的署长啊，赶紧找他去，知道吗？你又让人骗了。哎呀，孩子这眼泪哗哗的，急得在门口连窜带蹦，缺了得了，我缺了得了，我活不了了。打这儿路过，所有人都挑大拇哥，嘿，罢了啊，养儿子得养这样的。你看啊，这是父亲死了之后，儿子心疼的直蹦，他哪知道那是冻的呀。别听哈喇子，我活不了了，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！连哭带喊，上姐姐家里去。这个他姐夫是警察署的署长，这会儿呢，家里没什么人，怎么呢？年三十的晚上，全家人打了一宿牌，啊，不错的警察们呢，相好的这朋友们都一块玩。玩了一宿，早晨起来呢，上司说有事儿，把这姐夫叫走了。家里边这个什么叫马鞭呢，还是副官呢，干活的人呢，也都放假了。他姐姐也是跟屋里躺着，无鸡六兽正待着呢，就听着他到门口上啪啪啪开门啊，可了不得了，活不了了。家里连个开门的下人都没有，他姐姐说这谁呀、啊？听声音像是自己的兄弟，心里机灵一下子，坏了，出事儿了。心出什么事儿了？不至于呢，这大年初一我兄弟又哭又闹，蹭一下子打炕上起来了，塌了着鞋就来到这儿，赶紧把门打开了，一开门当时就傻了。怎么呢？一瞧自己的兄弟披麻戴孝，泪流满面。哎呀，姐姐，妈呀！我靠，他一哭，这姐姐也难过。兄弟，你这怎么话说的？怎么呢？年前刚派人去了一趟，送的钱，送的吃的，啊，爹娘都挺好的。这才几天的功夫，怎么这样呢？女人呐，这心眼软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这是，我这怎么的了？正哭着呢，小可哥想起来了。临走的时候，爸爸说了。到那儿去一定要先磕头啊，一磕头就给钱。这哭着突然想，哦对了，哎，想往磕头了，咕咚又跪那儿，姐姐，哈哈哈哈，了不得了。姐姐更难过，对呀，孝子头满街流，这是报丧来的。哎呦，更难过，兄弟你别着急，姐姐可了不得了，全没了，全都没了。兄弟你别着急，怎么回事？是爹先没的还是妈先没的？先没的入套，后没的驴啊。